文管局外化游艇港办理 BOT RT 案，跟进完成，改名作公主布袋国际游艇港，已经老在开幕营业。那今天实际上很多漂亮的游艇停泊在码头，那这边预计可以停30台游艇在海上，那大概有200多个游艇是可以停在岸上。那未来会有维修厂，也会有 barbecue， 也会有庭园餐厅。那这个地方大概是目前为止台湾西海岸最漂亮的一个游艇港，也是唯一的一个游艇港。那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国际上，包括台湾的游艇爱好者，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停泊、来加油、来维修做休闲。这间公司取得35栋的经营权，第一期开4000多万。进行游客服务中心和港区景观的美化，要打造出全台湾上水的游艇港。这个是全台湾第一座全功能性的游艇港。那我也希望它成为全台湾最漂亮的游艇港，让全台湾的国人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这边吹吹风看一下风景这个是我们台湾公主最大的期望也期望所有台湾游艇的同业都可以来共享这个游艇港。目前提供游艇船为出租、游艇代管等服务，另外阁规划食饭的所在，让游客来享用，希望能提升整体服务和设施的机能。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